阿兵哥，你很会做的，你在看这个干嘛？没有在看流水啊。为什么要看流水？小桥流水啊。我就想到一首一个成语叫周瑜脱裤子。好，什么周瑜脱裤子？这个观众自己想了啊。周瑜脱裤子啊，真是叫人喜欢啊。你看，哎，在台北市哦，这个在台北市松山区哦，不是在中坜哦。当我们中坜有很漂亮的绿廊道啦，哎，这边很漂亮哎。我们富锦里啊，富锦里的生态公园是据说在我们松山区是最有特色。我今天特别哈拍完刚刚那个龙城市场以后，我就来到这里。哎，你知道听水声听一听会让你的情绪变得好一点吗？你现在心情不好吗？也还好，因为刚刚去找里长，里长不方便拍，心情不是很好。想说彬彬有礼，怎么没有里长？哎呦，没有，里长去做选民服务了，他说不大方便那个出境。但是因为我们彬彬有礼，每个里我们都要去嘛，所以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水边啊，听水声啊，看水看水，听水声这样。那也来看看这个公园，真的是很漂亮哎。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全国的观众朋友都可以来啊。你看这边有很漂亮的这个小朋友玩的，哦，刚刚我们大哥一看说叫我小孩啊，我小孩3岁，一定很喜欢。这个我就问你，你 what's your name？ 苏西，对，你来台湾多久了？十年，一年，对 ，one year， 对。啊，你是从哪一个国家过来？印尼。印尼，没关系，阿嬷不用看。你照顾阿嬷多久了？一年。一年多了哈，那你每天都来这个公园吗？对，每天来。天天来 ，every day。对，这边比较热还是印尼比较热？不一定，有时候这里比印尼热。对，我去过你们印尼哦，雅加达。对，所以那个雅加达很热啊，热到40度以上就不用上课了，是不是？对，有这个情况啊。哦，阿嬷几岁？阿嬷九十七。你不要弄他没关系，阿嬷九十七岁啊。对。哦，阿嬷你有福气哦，阿嬷有福气哦。他现在已经是不认人了，啊，认不了人。好，阿嬷很有福气，你帮他。对，我们谢谢你，你帮助我们照顾阿嬷啊，谢谢你啊。好，那这个公园，你每天都来，早上来，下午会不会来？早上、下午来。好，来两次。对。好，那阿嬷可以推着去旁边走一走。对。哦，很棒哦，谢谢你啊，照顾我们阿嬷。谢谢。啊，谢谢阿嬷，谢谢你。好，我们今天特别请艺名，好，我们看镜头就可以啊。OK， 这个艺名是科班出身的这个长照系，护理系哈，对，长照专业。不要看他这样哦，不是切不要拱穿哦，关键他是高雄拱民啊，拱囝啊，他是被政治被那个长照耽误的这个辩论社的哦。好，那我们今天因为艺名对护理有研究嘛。哦，还好。我大概在10年前看到台湾一个数据，是我们每2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失智。哦，对。但我不知道说现在这个是不是更恶化，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像刚刚这个阿嬷已经97岁。对。那台湾的这个长照的问题、人口老化问题到底有多严重？艺名，你来跟大家说看看。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这个失智的问题哦。其实就是人年纪大，他慢慢就会有一些器官衰弱嘛。对，那包含就是脑的部分也会有一些衰弱。那不管是说他是一般的退化，就是单纯的记忆不好，还是说他进入到病态的阶段，其实他都是一种退化。是。那台湾的问题就是说，他在老人家进入需要被照顾的阶段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人力上或者说政策上的缺失。对，那比如说像我们刚刚看到，就是刚刚这个印尼的姐姐，她就是来台湾一年照顾这个97岁的奶奶，那就是在人力上我们会请到一些比较廉价从东南亚的移工，是来协助，就是我们台湾的
这些长辈爷爷奶奶有平常日常的照顾，那让我们就是年轻人可以出去上班工作。那另外一块就是有像日照长照的部分，还有居家服务，就是我们一般就是会有照护员到家里去协助长辈，比如说帮他洗澡，洗澡推他出来，对对对，出来晒太阳，或者说陪同就医，或者是说他有简单的物理复健这些，那这就是居家服务的工作。对，那我觉得这部分呢，就是台湾可以继续加油。我觉得我们做得很好，但是有很多加油的空间。对对，但是现在有一种讲法说要让印尼的移工进来哦，印度不是印度，印度 对, 对。但是印度我真的是对他那个印象哦很深刻，说印度是可以，好像有一对网红啊。去印度旅游，然后那个老婆被强奸，这样几十个人轮爆他，那我们就很害怕，那个移工，印度人一进来会不会暴打我们老人，暴打我们小孩呢？会不会强奸我们的妇女呢？这个你怎么看呢？哦，就主要是印度的就是民文化、民主宗教跟我们还是就是可能跟印尼比又差距更大。印尼比较平和，回教国家相对平和一点，对。但印度因为宗教民主比较复杂，所以我们不确定他来的是正常的，来工作的朋友是不是正常的。哦、对对，所以我们政府需要很努力去把关，就是来的工作朋友是怎么样的背景，或他的性格，或者他的能力怎么样？对，这是需要去认真把关。是，这个，所以这个长照政策还有很多讨论的空间。对，没错。那有人说，那大陆跟我们同文同种啊，为什么不开放大陆？但大陆同胞也不一定会来，因为台湾的薪水、同胞的需求，他们就是老年人口的需求其实也更大，也很大。对，他不一定需要到台湾过来，在大陆就有他们的市场。是。那你觉得长照台湾还有哪一些问题是比较迫切需要改进的？比较迫切需要改进，我先从医疗端说起啊。其实医疗端就是大家新闻都看到什么护理荒、医师荒，就是医疗人员他因为低薪的问题哦，就是不愿意留在医院。那更严重就是一些比较慢性病的病房，他这些人口就是人才，医疗的人才他留不住就会跑掉。那这是从医疗端来看。那接下来长照面，就是其实大家可能家里有长辈的都知道，就是长辈如果生病的话，整个家庭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对，那我觉得政府已经提供很多配套，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需要在政府再帮我们再推一把，再更努力一下。是，包含这个医疗啊，还有医疗还有照护跟平常就是居家的协助，这些都是很需要的。对，阿迪迪，你手上这是什么东西？我的暑假作业。是啊、哦，你暑假作业啊？为什么？听说你刚刚搬来这附近，你来过这个公园吗？来过。你觉得公园漂亮吗？很漂亮啊。你来公园做什么？玩。哦，在公园里面玩。那你们为什么会搬来这里？妈妈说刚刚搬过来的。学区。这边是学区。对。然后环境比较好。对啊。哦，你现在在学校里面上课都上什么？毕业了。哦，你已经小学毕业还是？小学毕业。哦，小学。你是别的小学，然后因为这边环境比较好，学区。对啊。啊，你现在上哪个国中？民生。民生国中是明星国中吗？民生，嗯啊，民生是明星国中，是不是？就是很有名的国中吗？对。哦，所以你喜欢这个学校？喜欢。那民生国中在哪边？走路走得到吗？民生国中在那个这座公园的后面。哦，这个公园的后面就是民生国中。对。那你上国中有什么期待？能跟大家当好朋友。哦，可以跟大家当好朋友。你进去可能很多都是不认识的。对啊，就是完全都不认识。完全不认识。那祝你有一个美好的这个国中生活。我是麦克风。你几岁？三岁。两岁还是三岁？阿公在那里。阿公在哪里？哦，阿公在那里啊、哦。阿公常常带他来。哦，都是阿公带你来的，是吧、啊？你现在几岁？两岁还是三岁？三岁。你三岁啦。我们家小朋友，啊，感冒了。你现在感冒了、啊，看不出来哎。你感冒有咳嗽吗？有流鼻水吗？有啊。那你有没有吃药？有没有吃药药？药苦不苦啊？啊？有。那你有没有打针？有。你也打针了、哦？那你很勇敢哎。你有没有哭啊？没有。你没有哭哦。嚯、哦，你是勇敢的这个小朋友。妈妈，你说这个公园什么时候盖的？
什么时候盖的？本来就有公园，它是重新整理，去年才整理好，才再重新再开放。哦啊，以前没有这个游乐设施这么大。没有，都是过年前那个时候才弄好的。哦，这个儿童的娱乐设施那个时候没有。没有。你在这边住多少年了？30年了。哦，那这个公园有30年的历史哦。不止了啦。不止了，从你们来之前，这个公园 对，就慢慢改变，慢慢改变，这样其实小孩子跑也不会跌倒，也不会受伤，因为都是软垫。哦，这边是软垫。对，所以什么时候人比较多？傍晚，因为现在比较热。哦，现在太热，你这个小朋友他中午不睡觉啊？中午他感冒比较好，他就要出来晃。哦，不错，已经好了。嗯，好，妈妈谢谢你啊、哦，不客气。好，谢谢啊。哎、欸，你知道你们这个里的里长叫什么名字吗？我想问副经理啊，你是副经理吗？是副经理的。哎，那副经理叫什么名？插头，很熟，但是有李万忠的。李万忠对。哦，里长是李万忠了啊。哦，突然叫不出来了。看到你去我妈。没了，你搞我没记。没，他也你第二任、啊。都很熟吧？都很熟。里长很认真啊。他很认真啊，他在做这里的时候常常出来看。哦，啊，有时候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会跟他说，对，啊、哦，也会跟他说，对，好，我是李掌柜，谢谢你，对，好，谢谢啊，好 ，Where you come from? I'm from Munich, Germany. Munich, Germany. East Germany or South Germany? South Germany. South Germany. 哦，就兰德，德国猪脚。德国猪脚这个兰德啦，兰德有德国猪脚啊。Schweinehaxen. How long do you stay Taiwan? Three weeks. Oh, three weeks. So you will come back Germany? Yes.Do you like Taiwan? Of course. Okay. My wife is from Taiwan. Your wife is Taiwanese? Huh? Oh, very good. What is your wife? I was a student and I come to Taiwan and I met my wife as a student. A student? Yeah. You are a student? Not anymore. More than 10 years ago. You study in Taiwan? No, I study in Italy. So your wife? Italy. Your wife study for Japan? No. I study in Italy, and we make a trip to Taiwan. Okay. And then I meet my wife. Oh, then I meet your wife. Yeah. Very good. Your son is very... My oldest son, and this is my youngest son. Oh, you have two sons? Two. They stay in Taiwan or Germany? Germany. Stay in Germany. Yeah. Your family is...holiday in Taiwan. Exactly. Okay, very good. You marry long? How long ago? Yeah. 10 years ago. 10 years ago. Oh, 10 years ago. Oh, very good.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welcome. Thank you very much. Okay, thank you. Take care. 再见，谢谢。我们一起来嘛，来，胡子。好了，我们 together 啊，来。喂，六下来。去等他。来，没关系，我们他不要在那里啊。好，预备，开始。哇！哎呦，好 ，Thank you。有没有回到孩子的时候？有，我现在最想让我儿子，两个儿子一起来玩，跟那个两个德国的小朋友一起玩最好。哎，真的嘞，哎，我发现你的那个破英文，果然是历史老师。英文很不好，不过我很敢讲哦，所以英文不用好哦，你只要敢讲就能够沟通哦。我还去过很多国家哦，那些？我去过澳洲啊，嘿，澳洲很多城市啊，什么黄金海岸啊、雪梨啊、墨尔本啊，一路玩上来啊，对不对？然后还去过这个布里斯本啊、哦。那欧洲，我跟我太太这个蜜月旅行啊，我们去法国的巴黎。还有去摩洛哥，哦，还有在那个塞纳河畔有没有左岸他们喝咖啡，然后看那个巴黎那个宫叫什么宫了？有爱丽谢宫有没有？罗浮斯，还有玻璃那个罗浮宫啦。罗浮宫，嘿，有我们那个华人啊，华人建筑师有没有？金字塔，他建了一个金字塔，我都去看过。虽然我品味不是很好，但是我去过的地方也算多。
今年打算去美国看看哈、哦。好，可是问题是去过哪里不重要。来，你会讲几个国家的？谢谢。不要讲谢谢，谢谢太难了哈、哦。我会讲很多，英文 Thank you 啊，啊，德文有那个泰国有萨瓦迪卡有吧？好、哦、啊，那个日本有一德。一得，看八得，也没得，也没得，阿亚古，哎，阿亚古，好啊啊，那个韩国，我想到再跟你们说，啊，我再学习一下。沙那悠悠，好，沙那悠悠，哎，还有什么？英文一般沟通就是鸡同鸭讲，肢体语言没问题。现在旁边那个德国爸爸，你可以问他说德国有什么话来，请他来教你啊。OK， 对，我来跟他说一下啊、哦。好了，哎、欸，妈妈，我再请他教我一句德文。Can you teach me Germany language? Okay, I teach you. You teach me. What do you want to know?谢谢英德文的 Thank you. Thank you soon. Thank you soon. Good. Thank you so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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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德文的谢谢 Thank you soon. OK. 感谢 I teach you. OK. 台湾 needs. OK. OK. 台湾 language. OK. 感谢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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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是感谢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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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very good. 哦、oh, 谢谢。好谢谢妈妈。OK, 谢谢。好，这个谢谢大家的收看这个富锦里的生态公园。下一集阿兵哥跟你再见。